例题二，有关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比较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. 常温下都是气体，都难溶于水。 B. 都能与氧化铜反应。 C. 都可由碳与氧气反应得到。 D. 都能与石灰水发生反应。解析 A.两者都是气体是正确的，但二氧化碳易溶于水，故 A 错误。 B 一氧化碳具有还原性，是常见的还原剂，二氧化碳不具有还原性，不能与氧化铜反应，故 B 错误。 C 碳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，不完全燃烧生成一氧化碳，故 C 正确。 D能与石灰水发生反应是二氧化碳，一氧化碳不能，故 D 错误。答案选 C。